今天来第四次游泳，第四天，好吧，看今天能学到什么。Let's go。好，来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要挖哦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二、三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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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三。呼换气哦，呼吸法来，预备开始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吸，吐，吐，吸。好，再来。我们今天第四天来练习，然后妹妹现在要克服的是敢潜到里面，耳朵跟头要进去，我相信你做得到啊。哥哥今天突破了，他用呼吸法往前，然后就是平平的用那个结式的脚往前游泳，对不对？有停，有呼吸停住一下，这是很好的哦。要跟大家说拜拜。